就算你变成男的，你也赢不了我啦。如果可以教训你，我还真想变成男生试试看。你进去干嘛？你让我坐着尿尿吗？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开我啦！我本来就是女生啊，不然我要去哪里尿尿？而且我才不想碰你的奇怪的东西嘞！不管了，灵魂交换一定跟你有关，你要负责。哎，你有空吗？我有事情想要找你帮忙。什么事？可不可以陪我去妇产科？